欢迎继续收看活力加油站，在这里我很想唱一首歌，那就是什么歌？世上只有妈妈好。我就是说你这个女人很伟大，真的。你现在还知道吗？你知道，你知道产后呢，她要面对很多问题，除了调理之外呢，还有可能身体有很多的变化，比如说荷尔蒙的变化，身体某些部位会变黑啊，不美啊。对对对，还有就是脱发，脱发真的，这个是，喂，我告诉你，脱发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最严重的梦。对对，因为本来乌黑的长发，然后脱发，可是我跟大家说，现在呢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呢现在真的有很多呢有非常好的方法，有效的方法呢可以帮助大家生发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特别请来来自云南健发中心的健发专家呢 Juni 呢，就会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产后脱发的问题。更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留守我们的节目，为什么呢？因为你将有机会呢赢取50份，每份的价值是768令吉的草本生发护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告诉你，观看我们的这个活力加油站就是全部都是宝。对，没错。对对，所以我们现在立刻来欢迎我们的 Juni。 那 Juni， 我也想问一下，就很好奇，为什么生产之后呢会脱发呢？对咯，其实生产之后的妈妈呢，她们一般会觉得，哎，在喂奶的时候啊，宝宝的身上有自己的头发，对，或者是抓一把就是比之前更多的头发，或者是甚至是房间一天没有清理，就角落有非常多的头发。厕所啊这种，对，最恐怖的就是你在洗脸过后啊，全部都是那个头发。这有点像拍鬼戏这样，抓就很多头发。太夸张了，太夸张了。可是我们这边来看一下，就是怀孕后的妈妈跟一般人的这个差别。其实你看了这个是生长期，OK， 生一般人的这个头发的生长期呢，也就是说差不多长达3年的这个健康的头发，大概90%左右。然后退化期呢1%，然后呢休止期，也就是说准备掉落的老头发，有大概9%左右。然后怀孕期的话呢，其实为什么产后妈妈掉发会特别严重？因为怀孕期头发特别浓密，所以就会有一个比较。因为呢怀孕的妈妈呢，她的黄体素增加，所以这样也导致她们的头发会更加的浓密，然后生长期的头发，所以她在怀孕的时候她就比较多，对，比较多。然后你看她掉发只有4%左右，然后她生长期有高达95%，然后所以产后呢黄体素恢复正常之后而且她也要掉也要掉落之前原本就要掉的头发，所以你看她就会变多掉发，而且超过9%的掉发量，然后呢她生长期的头发呢还少过90%，所以就是这个对比。对，所以就是看起来好像就是说，因为她的生产期就是生长期就比较少了，然后她掉发又比较多，所以让人家感觉起来她就是掉很多。对，哎呀，所以除了黄体素之外，还有这个荷尔蒙的改变。所以做女人真的很惨。那我想问一下，就产后其实如果就是一般的对一个孕妇来说，那她产后之后她那脱发的严重性可以去到什么程度？对，这边呢我们有一个比较，就是这一个，就是你看哦，产后的妈妈很可怜，对不对？对，你看就一眼就知道是非常的稀疏，然后而且呢她的那个发线非常的宽，真的，然后有一些头皮还会油腻这样子，而且这个是肉眼看到的，肉眼看不到的呢就是这个放大200倍之后的扫描图，所以很不健康的是吗？很不健康，一个毛囊应该要2-3根，对啊，只有一根，然后而且这些一粒一粒的是那个油粒，油粒啊，很恐怖哎，所以阻塞毛孔的话呢会使掉发更多。然后呢为什么啊，产后不是坐月子不能洗头发吗？所以更阻塞了。对，所以会阻塞一个月。所以我想知道说妈妈最严重她会掉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会那种妇女就是有忧郁症。对，其实要看每一个人不一样的这一个最严重会怎样呢？最严重啊，其实这样还不算严重吗？严重啊，严重啊，严重，很恐怖哎，对一个女生来说。最严重就没有头发不管了，最严重这个算严重啊。其实为什么会到最严重的情况呢？也是因为乱用偏方啦。我们有一个最严重的情况，就是有一些人他用这个烈酒，烈酒是比较有刺激性的这个饮料嘛，对不对？他们想查上去会生头发的哦。对，就是民间讲的啦。对，所以他们就听说，所以你看，就比较刺激性的饮料，上去之后呢，刺激性的饮料就会直接刺激到我们的头皮，会红肿，会发炎。然后我觉得最严重的就是我们的毛囊坏死的话，就长不出头发。因为你头皮在追着，对，一直在那边追酒，他就看晕了。对。
那第二个呢，我们就有说也是有一些妈妈用母乳，因为他们觉得可以以形补形，因为母乳里面有蛋白质嘛，对不对？其实我没有听过，对。可是这个其实是没有医学根据的，啊，正常的蛋白质摄取还是应该啦，健康的饮食啊等等还是应该。但是不是用这样子查下去？对，不是直接查上去。记得不要了哈，因为他可能就不够奶呀，他还要查不给孩子喝，他自己查。所以我们说呢，怀孕后是产后的妈妈呢，最主要就是记得我们的369生发黄金治疗期，三就是呢脱发3个月，哎，如果超过3个月之后的话，真的是应该要找专家帮忙。6个月的话就要护理6个月来看它的进展。九的话呢就是我们长期护理就生发99。369的就是这个黄金法则。它也是有步骤，你看到吗？因为在我们讲这个中医呢，还是有就是饮食有四大步骤啦，喝汤四大步骤啦，连这个做护理也是有的。也是三大步骤。那生姜呢？生姜是我最常听到的哦，就是生姜也是会怎样，会影响到那个头发不能，它是不能生是不是？它是可以预防这个脱发，而且我们也承认这个ingredient， 可是直接把生姜吃生姜或者是涂抹生姜呢，我们也是不建议。对，因为在我们这边呢，它我们会做这个头皮扫描之后呢，我们会鉴定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用生姜再混合其他的这个配方，就比如说植物性蛋白呀，还有维他命 B5 这样来做整个的那个护理。所以我们说无论是怎么样的这个偏方都好，我们不要用自己的头皮来做实验，就是一定要有科学验证，因为没有的话你自己这样子查查查，你要查出问题的话，我觉得很简单嘛，坐月子你会找这个叫什么那种坐月子专家啊，那个中医陪月那种的，对，像你这种护发你找一个专家就 OK 嘛。对，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可能要省钱嘛，不用怕，你可以省钱的。今天为什么佩佩今天我们为什么可以省钱呢？因为你听我们的节目呢，你只要回答等一下我们 Juni 呢问的这个问题，只要你答对的话，你就有机会呢赢取我们这个价值呢700多元的这个草本护理配套了。那我们来听听一下这个问题哦。回答一道问题。好，那这里呢我们要请呢就是朱妮来发问这个问题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呢就是乱用偏方会导致脱发问题更严重，所以呢我们首30位答中的朋友呢就可以获得一次的草本生发护理，3支健发产品，还有就是300令吉的这一个健发礼券。问题就是再重复一次，乱用偏方会让产后脱发更严重， A 对 B 错。现在就 SMS 你们的姓名、居住地区还有答案，去到0132626261，0132626261，或是拨打热线也可以哦，0326103232，0326103232。哇，很简单，很简单。然后呢，我觉得那个配套真的是有一点点，你知道，你这样子，人家讲说好像那个彩票从天上掉下来这样，你知道吗？768令吉的茶这个奖品呢之外，还有一次草本生发护理，3支的健发产品，还有300令吉的健发礼券。去哪里找啊？对，那么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说，偏方我们不能随便乱用，对不对？然后我们也不要就说怎么说呢，不要太害怕，因为你脱发，对，你要面对它。对，那么如果我们找专家的话，有什么护理是可以帮到他们的？其实呢有什么样的护理呢？我们首先作为给我们产后妈妈的这个配套的话呢，我们首先呢就会做这个用人参洗发露的做深层清洁，因为就好像Desmond刚刚所说的这样，坐月子又不能洗头，对，所以首先深层清洁真的很重要。然后我们呢也会用这以当归为主的这个材料做线条线肤，因为当归呢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然后可以促进这个新陈代谢，而且可以补充养分。除此之外呢，我们做蒸汽护理，还有做这个穴位头皮的按摩，来让它更加容易的吸收。然后其实呢，每次都护理前、护理后呢，我们都会做扫描，来知道整个护理的进展。这个很好，因为你一定要知道有没有进展的嘛，对不对？对，因为所以你看，专家用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对，而且药材都是很珍贵的。对，没错。你用那个当归耶？当归，因为当归是可以拿一次，可是没有，你们不要听了，自己回去拿当归做，没有不要学别人。再讲一次，是有科学验证的哈。是。所以有没有一些个案可以跟我们？
分享一下。然后这一位呢，其实这一次啊，我们带了这一位叫做婷婷的顾客的案子，然后她呢也是产后妈妈，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她在护理前的这个发线非常的宽，开始稀疏，对，就很明显。然后扫描呢是看这一个图，就是她护理之前的这一个图，非常非常好像很弱这样哦，红红这样的，你看到吗？对，那个很弱，你看她毛囊有点黄黄的，有没有？对，而且呢这个是内油外干的头皮，对，然后而且呢非常软弱，而且一根毛囊呢只有一根头发，然后这个是三个月护理后，其实就非常的明显了，她的头皮就比较滋润一点，然后非常的强壮。对，你不觉得那个头发也是很粗吗？对呀，对呀，有啊，它一个毛囊里面不是生几根头发了吗？而且都是粗的。对，然后那么呢，你们看啊。六个月呢，如果要持续护理六个月，你看他就得到了这样子的效果。其实我们说，无论是一般人还是产后妈妈，头发真的非常的重要。而且你看头发浓密的话，就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健康。而且我们说，婷婷之前呢，她是睡不够，她的这个整个头皮也看起来很不健康，所以她在这里护理之后呢，六个月之后她就可以得到这样子的效果。对，因为六个月，我跟你说，因为头发的那个密度会影响到你的那个面容值，你知道吗？面颜值很可怕的，这样，所以男生最怕，女生也最怕。反正就是，如果你有头发的问题的话，我们建议就是还是找专家，因为专家呢才能够真正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啊。是，找不到专家，你先找你的丈夫啦，对，由你的丈夫带你过去。然后为什么？他脸好啊，你是没有？因为你想一下，就是你可能丈夫会要求你不只是生一胎耶，生两三胎耶。对对对，所以你真的要护理的嘛，然后每一次掉头发掉这么厉害。是，所以我们说，其实生孩子是很开心的，我们就不要有压力。然后保持开朗，然后正常的饮食，然后遇到问题的话呢，我们愈早鉴定就可以减轻我们的这个脱发的问题。对，没错，我就是觉得说就是早一点反正你不要脱了，迟早也是要去找的，对不对？好，那因为呢我们的节目呢真的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棒，想要回馈大家，所以今天呢你收看我们节目的话呢，你就有机会赢取这个非常价值好的700多元的这个价值配套768元的护理配套。那我们来听听，再一次请大家听清楚问题，然后呢就把它 SMS 给我们，然后你就有机会赢取价值768令吉的奖品啦。有奖问答，回答一道问题，答对的首50名观众朋友就有机会赢取每份价值768令吉的奖品。奖品包括一次草本生发护理、3支健发产品及价值300令吉的健发礼券。请问乱用偏方会让产后脱发更严重？ A 对， B 错。现在就 SMS 姓名、居住地区及答案发送到0132626261。是的，赶快听清楚问题之后呢，就马上 SMS 你就有机会赢取这个配套了。那今天呢，我们真的要非常的感谢呢，就是我们云南健发中心的健发专家朱妮，谢谢你的精彩分享，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那么其实我觉得就是老实说了，偏方有一些是好用，有一些是可能就是会怎么说变本加厉啊，你的这个病情害到你，对，所以你一定要去更好反而更坏。对，如果你不懂的话，就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活力加油站。因为我们每天都搜索最好的这些资讯呢，要跟大家分享。那在明天的节目呢，我们同样会邀请到中医师呢，来跟大家谈这个牛皮癣的问题。如果说你家人或者朋友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记得一定要收看我们的节目哦。好，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见，拜拜。拜拜。